大家好，我是老王，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带来奥特曼格斗情况。今天咱们是奥特曼两兄弟对战奥特曼格斗王。哇，咱们奥特曼两兄弟啊，打怪兽还是相当有意思，是不是？你看这个暴君雷德王给我们打的毫无还手之力，非常的帅气。哇，这家伙被我们打得抱头鼠窜，太搞笑了是吧？看咱们两兄弟联手还是相当轻松的，如果是一个奥特曼打这个怪兽的话，难度还是比较大的。咱们就跟丢沙包一样，叼过来叼过去的，把这个雷德王。我估计他现在已经被我们打蒙圈了。甩，哪里凉快哪里开得去了，哎呀！我们这里也不欢迎你啊，就跟丢沙包一样，被我们打得抱头鼠窜的这家伙。